踩起来一点，停。这边搞不好也有原住民的伙伴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现在一、二，很好。然后呢，停。等一下呢，做一个类似划船的动作。来，右边是，左边是的，七、一、二，停。先一起往右，七、一、二。有没有看到有一点点的小的触点的感觉啊？好，当年考老师的时候是没有说肢体一定要协调，而这个位跳的有点感觉，好不好？这个听起来很怪呀、啊。来，预备，七、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、二、三、五、六，很好，来，再来，左手。男生正叉腰，女生反叉腰，来摸耳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很好。再来往圆心走，左脚第一步啊，因为我们可能走得太前面会挤到，所以稍微步伐不要那么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七八，预备，左脚第一步开始，一二三，抬，二二三，点，再抬，一四，很好。再来，最刺激的，男生，踏出去哈，打猎的感觉好不好？来，等会男生一起做，五六开始。右手先好不好？右手再左手啊，来一起跳出来，预备，去，好，男生打力有这么大劲，女生千万不要，温柔一点，预备，去，一，二。
面是从太阳那边分支出来的啊，所以他们在靠着山来活动。男生，小伙伴，开始。